點先稱得上住得舒適？咪就係一落到樓，衣食住行樣樣齊咯。上次同大家分享完康城嘅交通有幾方便，今次同大家睇睇購物選擇有幾多元化。康城的商场上盖部分由7、11和12期组成，一共8栋住宅大楼，即将推出的11期由信和、嘉华以及招商局置地合作发展，项目分3期推出，提供1880个单位，主打一房和两房。而最大的卖点当然就是项目在正港铁康城站和康城商场上盖啦。The Lohas 面积达到48万方尺，有近150间的商铺任你揀，各式佳肴、生活所需以至娱乐休闲设施都可以轻轻松松满足得到，放工放假活动选择真是多落落的。若然放假仲想休闲一啲，离开康城的话，居民仲可以透过港铁网络无缝连接多个铁路站上盖商场，都相当易事。搭一个站就可以到将军澳站商场 Popcorn， 两个站可以到坑口站的东港城或者调景岭站的都会站商场，三个站可以到宝林的新都城中心或者油塘站的大本营，选择真的多到你眼花缭乱啊。想再超一些，吹住海风沿住将军澳南海滨长廊步行去到将军澳南，亦都是假日的好去处来的。这里有齐多国食肆、酒吧以至日式大型超市，令你好像置身海外度假那么轻松惬意。如果你想体验咁超嘅住屋生活，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新盘资讯嘅话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哋了解一下。